鸡鸣寺。南京鸡鸣寺是南京最古老的饭菜之一，自古有南朝第一寺的美誉。鸡鸣寺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鸡笼山东路，是南朝时期中国的佛教中心。南京鸡鸣寺的历史可追溯到东吴的七玄寺，寺址所在为三国时属吴国后院之地。公元300年开始有人在此依山造势，始创道场。梁武帝在鸡鸣代兴建统泰寺，这里从此真正成为了佛教圣地。明朝洪武20年，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拆去旧屋，重建寺院，并亲自题写匾额“鸡鸣寺”。后来古寺毁于咸丰年间的战火，虽在同治年间重修，但其规模已大大缩小，而香火却一直旺盛不衰。1993年的《新白娘子传奇》中，鸡鸣寺药师佛塔也成为了代替雷峰塔的外景拍摄地。